太像真的了。我们早晨在一个化妆间里头，对，化完妆陆陆续续开始吃早点。他们我们的早点都非常的简单，一碗小米粥，一根油条，一块这个酱豆腐，一个鸡蛋，或者是半根油条，就这几个人坐那儿吃。我有时候经常一回头一看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吓人？全是真的，你看着。就这几个人怎么都活了，就是全叫活灵活现的那几个人，吃着那个豆腐乳，那个夹着那小馒头块那么吃着。你说这要是把他这个场景改成窑洞，这不就这几个人开会呢吗？这不是啊，吃着穿越的感觉，对，穿上服装，化上妆，是吧？还是一种感觉不一样。我也我们这有张剧照，您看看。哟。这是看戏那天的吧？你这看戏，下边观众，对对对。我怎么觉得这蒋介石挺穿越的呢？